今天呢，我又买了很多奶茶的联名给小林喝，看他看到有什么样反应。哎，你过来，看我又买了很多奶茶的联名。这么多，美少女战士吗？是联名。17是联名的哪一个人？先来喝第一个奈某的茶和美少女战士的联名。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。为什么杯子是空的？这杯子呢是送的啊。你把这奶茶倒进去喝，然后遇到冷饮的话会变色。霸气水蜜桃来一个。哇，好多水蜜桃。有变色吗？也有可能是不够冰，是不是你买过来有一段时间了？我买的就是去冰。有一说一啊，这个杯子是真的好看，尝一口。一口下去啊，真的是超级清爽的，而且它这个金牡丹的茶底呢，配上水蜜桃，真的是超绝好喝。而这个果肉呢，又多又扎实，真的是咱们水蜜桃控的心头好了。关键这个杯子好看 ，K-pop 人狂喜。现在呢，就要来喝我真的期待的君度好喝和茶某道的联名了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其实在回国的仁川机场上遇到他了，就看很多人都对，就是在那里跟着，我说谁啊谁啊谁啊，然后我就说好像是林俊辉，眼睛都陷里面去了，先把奶茶喝了，我谢谢你。这上面有海苔，应该就是用海盐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大胡子老爷爷，擦一下吧。龙井茶，但是呢是海苔咸香的感觉。现在他们说很多都拿不到的，我们这个是好不容易得到的，应该把好好珍藏。下一个呢是葫芦娃和某名的联名。葫芦娃真的是我们80、90后的回忆了啊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朵花。点的是超 A 芝士桃桃。这里面除了有果肉，还有那个果冻，好喝耶！我喜欢这个，上面这层芝士呢，非常的细腻，然后跟下面的桃子茶完美的融为一体了。你可以玩玩它的贴纸，可以箍个杯什么的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扇子吗？嗯。但是它为什么在哭啊？每个表情都不一样。看一下我们的蛇精，听不听？妖精念经，燃起来了！一拳打爆周一啊！真的是太符合现在我们这个职场人的心态了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积木熊和快乐茶的联名了，还把 logo 做成了这个积木熊的样子。哦，对，一喝下去我就知道，凤梨。那还有一个果汁，再猜一下，一个是凤梨，另外还有一个蓝莓，有点接近了。我知道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个桑葚。对。喝起来就是真的完全融为一体了。其实桑葚的味道是比较弱一点的，凤梨味是比较浓。这四个你觉得哪个是最好喝的？其实要说味道的话，我最喜欢这个。哦，这个桃子的。对，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芝士加桃子果茶的感觉。但是周边我最喜欢这个，帅哥谁会拒绝呢？